家好，我叫谢叔，我是多大一年级的学生，今年18岁。我喜欢的人是。然后我喜欢的食物是 sushi， 所以我今天在这儿的原因是因为三天前的考试成绩。干嘛？我交学费。好。啊，谢谢啊。谢素，你考几分啊？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哎，好像不对。应该是这样的。嗨，哦嗨，你叫谢叔是吧？嗯，我叫谭鑫。哦，对，晚上要不要一起去吃东西？嗯，好啊。谢叔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？干嘛？我交学费。那多少钱啊？你就把你有的都给我呗。嗯嗯，拿去吧。谢谢。嗯，这样才对。哎，好像也不是这样的。嗨，你叫谢叔是吧？我叫谭鑫，晚上
哎，三年考四哈，半岁过了。所以，所以我才会在这儿。姑娘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怎么看，我怎么看，我怎么看不清？你是不是和我一样，能不能像一块冰，像一块冰？姑娘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怎么看，我怎么看，我怎么看不清？你是不是跟我一样肮脏的像个男人，像个男人？是吗？好吧。